的念珠挂在木台上，老态龙钟弯腰背屈的藏族老阿妈便跳动在这念珠里，佝偻的身躯尽量向上伸展，笑意执着地留在爬满皱纹的脸上，他已不是用四肢在跳，而是用心来诉说。他伸臂，那臂上仿佛就有旋律流过，飞跳出的刹那间，仿佛就有情愫淌下。苍老的母亲，不老的爱。